我穿丁字裤又怎样？他是不穿内衣好吗？我看到他裸体，他的奶都垂到肚脐。我只是单纯要加入美女团，姐妹姐妹好姐妹，然后家长会哦。看你的女儿上课这样，我不做了啊！不要不要不要，你走心了，走心了，就是这个主题。姐妹先说好，今天不走心，准备已经在走了，走很大。就是我很常跟他去按摩，然后我会帮他预约，然后我就会发现他每次我们要油压的时候，然后脱衣服的时候，油压，对，然后不是会裸体，然后都会发现他里面都穿丁字裤，哎，所以嘞，所以嘞，所以嘞，很可怕，然后很可怕，到底哪里可怕？按他是女生就还好，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他是每天都穿，哎，我觉得很夸张，我怕，所以我怕卡住。林莎，你每天都穿丁字裤？他卡住。他们有时候换蕾丝的，透明的。我穿丁字裤又怎样？他是不穿内衣好吗？哦哟，两个对上。你知道他不穿内衣？哪一个女生人生中，她竟然一件内衣都没有？哎，真的？我因为我会去她家帮她整理衣服，然后我发现，哎，说，哎，你怎么都没有内衣？我看到她裸体，她的奶都垂到肚脐。可是他的如果平胸的没关系，但他胸部又很大，然后又不穿，我就会觉得不行，这样一定要穿内衣。可是他八字很重啊，怎么样？为什么没有内衣？然后喜欢裸体？我就不喜欢穿内衣。那你有胸贴吗？没有，我喜欢穿运动型的，像如果我今天也是就小可爱的那一种，对。但是那个它没有那种支撑力啊，你平常就是还是需要保养一下，不然你会变形，就像你现在这样。这个没有很重要，我们说别的，不是，我们说走心了，走心了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不是，我会去买啊，好，回答走心哦，不是，那你呢？你有穿这个？可是你也没有穿嘛，我穿，我有穿，我有穿，你没有，我有，你有时候也会穿，我跟我一样的，我们都会穿，那个是有时，那是有时候，但是我平常是会穿，我是看衣服怎么搭配，但你今天也是穿丁字裤啊？谢谢。好厉害。